再过去。好啊，哎。然后把刹车放一下。哎，会刹车不要只按，这样不会过电的。没有电控。来，后来，哎，摇摇摇摇。我们今天的训练呢，最主要是说我们要外企。我们经过三次的这个里面的在场地固定场地的训练之后，我们现在今天要骑上公路。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是说，我们有一些是新手，我们今天会用我们有经验的老手来带领这些新手，然后我们要走到这个今天要挑战20公里哈，然后来回这样子。你有几年没有骑车上马路了？好几年了，好几年。那、今天第一次这样，感觉如何？很紧张，很紧张哦、好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有这个机会来当这个左摇车。要骑上大马路有什么感觉？兴奋，你讲兴奋，开心，又高快又高兴。大概大半嘞。